好转嗰些少啊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他好像之前拍的，之前有点睡得不好，有点紧张，因为古先生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很酷的嘛，一直很酷的嘛。不过他后来到了现场是还是古先生还是对他非常的友善，只是跟他合照啊，跟他沟通怎么样拍啊。不过毕竟古先生这是在电影圈是太专业了，所以他会马上教到翠如一些怎么样去演那个角色。没有啦，如果是我拍的话，我也会这样，也会说古天乐很帅啊，拍戏很专业，是一定的。我觉得他这么多年在这个行里面的那个名声是非常好的，很多很多不管是前辈啊后辈啊都是很尊重他，所以我觉得跟他能合作是非常好的事情。